变成 slow 会，所以就变成跟华尔兹一样的降升降，没有。所以我们在唱的时候，我们会跳成 slow 会和那个降，然后 slow 会就到这个降 no。而它其实前半段跟华尔兹是很像的，就这个味道已经不一样了。华尔兹是不是鬓角落地？它仍然是鬓角，但是不落地，保持这个高度，最高点，最高点的经过，编起来，然后继续经过它，形成它的最后一个，它是个过程，对，再放下来。所以前面跟华尔兹一样，后面形成它弧度。特有的会，特性，所以 slow 会是跟华尔兹的一二一样，而后面的会就是弧部的精华。所以你弧部要跳得好，不是你 slow 会跳得好，而是你的会跳得好。是后面的。你看，如果是一个华尔兹，我做前进，一、二、三，对不对？华尔兹的女生，一、二。那它的升降是什么？降，升，降。1 2 3。而我们 slow foxtrot 弧步仍然一样 ，slow 跟华尔兹的一是一样的。然后我们要走灰，跟华尔兹的二是一样的。然后我们要走什么？不是走下一个灰，是走是走。而这个跟华尔兹的三级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华尔兹是三，它是保持这个高度，然后再走弧度的最后一个最高点落下来，明白吗？所以当我们再去完成弧度的时候，我们要找到的节奏是 slow 跟华尔兹的一一样，灰跟华尔兹的二一样。和华尔兹的三不一样，他只是把脚收回来，最后去走亏，这个是跟华尔兹的三是一样的，但是呢，他要移动出去，而不是并脚完成。你刚才看到的三是有什么区别呢？有什么要求呢？左脚脚掌撑地，对，左脚脚掌撑地，单脚脚掌撑地，好，右脚脚后跟起来。重心在前面，后脚一点点，前八后二 ，OK， 这个是我们的三，这个是我们的三。我们现在不要把这个右脚往前迈一步，预备走四，走一步，再来一次，摆好三，来，直接走右脚，预备走四，不要这样，这是错的弧步，不要这样，看到吗？这是错的弧步，现在你们改成一把错的，好。正确的，现在三摆好了，是不是左脚重心？听好了，左脚不要动，左脚不要动，把右脚推起来，经过左脚脚边，不要升，不要降，预备走。好，关键来了，现在你的重心在哪里？左脚在哪里？记住，仍然是左脚，这个是关键，右脚是虚的，千万不要一收回来转移重心了。对了，很多同学本来在左脚。三天五一回来到右脚对，no， 记住，左脚继续撑住，它只是回来，但是倾斜升降全部。右脚是假的。预备走，假的，撑住，现在两个脚都是脚掌，好，这个时候继续走我们的右脚，会落地，明白了吗？这个才是我们要。你脚掌应该感觉很酸。会，它还有这个还有擦。他就有这个东西，你每一个小节你都少那么一点，每一个小节都少那么一点，每一个小节都少点，那你弧度的行不流水怎么跳出来呢？你光有前面行，你后面就停，前面再行，一直在行，一直在行，感觉到吗？你们现在光有前面的行，为什么你没有前面的行？因为前面的移动是和马尔一样的图案，你们都有。后面你们就是落下来了，就没有撑住继续滑翔，再放下来。真正的弧步，我的步伐最后两步，这个升到降才是真正的。这个才是精华。前面还是有华尔兹成分。所以当我们在跳的时候 ，slow，
擎天柱。感觉到了吗？我一直是用我心理声，你们不能用你用这个脚。脚非常的轻，但是跳不好的感觉大，就是你的脚还是很吃力，拖半天拖不回来，说明你的身体没办法。如果你的身体强的话，你的脚很轻的就拉回来了。那个又跳的，自动就跳。我都跳了。你要在那些问题上找，你到底身体重还是脚重？没多少牛油。整个弧部我们节奏是不是四拍？一二三四，最精华的就是3.5到4。对，哪里？最精华的是这个3.5都不是，这个3.5都不算，最精华的就是3.6、3.7、3.8、3.9。所有好看。但是你想做到这里，你必须要先把3.5的阿找到，明白了吗？来，再来一次，准备。所以是在一条直线上，不好的弧度它的亏亏是在两条平行线上，所以不好的我怎么听到我的歌的声音呢？不好的你看 slow 亏亏，它走的是两条平行线，所以你就会感觉它整个人啊是左右摇摆的，它是这样摆过去又这样摆回来，它上去又这样摆过去又这样，它的脚是这样，所以你这样才看到。而好的呢，它经过有了这个歌的助力，并且擎天柱唯一支撑点了以后，你会感觉它走的是一条直线。它你看，我左前进，左后后退，推。好，我不能往这边偏，我是故此继续去找我们现在主力脚的一个支撑。你看我走的是一条线啊，再出去我不能左右，我继续去走我这条线，继续去走我这条线，柱子支撑，然后推，所以你会感觉我的推推走的是一条线，而不好的你会感觉它的推推走的是两条线，推，感觉到吗？很容易就这么出来。好，右脚右身体。右边右脚，你要什么意思？腰长需要什么意思？来，再来一次，准备。这个拔是正常的拔。接下来男生是不是进入外侧了？不能停，男生是不是持续继续往外侧走？更拔。女生继续更拔，变成脚了。先拔。